游香港。香港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，被称为东方之珠，是世界著名的金融航运中心，也是有名的旅游胜地。我外公外婆一家就住在这里。我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，舅舅开车带我们首先来到港岛的太平山上。姨妈和表妹也来了。站在山上向北望去，维多利亚港北边是九龙半岛，南边是香港岛，两岸高楼林立。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在港岛的海边上。舅舅告诉我们，1997年7月1日零点，就是在那儿，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主权交接仪式。姨妈接着说，香港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，实行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。首任行政长官是董建华，香港人有信心把香港建设得更美好。这时，表妹一手拿着望远镜，一手指着前边对我说，你看见没有？那儿有一面五星红旗。我接过望远镜，顺着表妹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远处有一面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。从太平山上下来，舅舅又开车带我们在市区观光购物，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晚饭后，我们开车来到九龙，在维多利亚海边向对岸望去，港岛上灯火通明，五颜六色的彩灯倒映在水中，显得更加美丽，更加迷人。游香港。香港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，被称为东方之珠，是世界著名的金融航运中心，也是有名的旅游胜地。我外公外婆一家就住在这里。我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，舅舅开车带我们首先来到港岛的太平山上。姨妈和表妹也来了。站在山上向北望去，维多利亚港北边是九龙半岛，南边是香港岛，两岸高楼林立。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在港岛的海边上。舅舅告诉我们，1997年7月1日零点，就是在那儿，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主权交接仪式。姨妈接着说，香港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，实行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。首任行政长官是董建华，香港人有信心把香港建设得更美好。这时，表妹一手拿着望远镜，一手指着前边对我说，你看见没有？那儿有一面五星红旗。我接过望远镜，顺着表妹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远处有一面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。从太平山上下来，舅舅又开车带我们在市区观光购物，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晚饭后，我们开车来到九龙，在维多利亚海边向对岸望去，港岛上灯火通明，五颜六色的彩灯倒映在水中，显得更加美丽，更加迷人。港，歌昂港。香港，港口，海港。记，记忆记。
国际、边际、交际。旧、鸡又旧。舅舅、舅妈、表舅。先、西伊安、先。首先、先后、先生。姨、姨。姨妈、姨父、阿姨。呀、一二呀。亚军、亚运会、亚洲。零、乐营零。零点、零分、零星。辅、夫无辅。政府、官府。权、契于安全。主权、权利、人权。宜、宜。仪式、仪表、仪容。是、是。方式、样式、形式。区、其余区。行政区、地区、山区、风景区。区、区别。巨、巨大。任、日恩任。首任、担任、任务。任、任务。人、姓人。见、基一案见。建设、建立、建造。设、施恶、设。设计、设想、设立、想方设法。设、设计。没、没有。赢、赢。迎风、迎面、迎接、欢迎。扬、一昂、扬。
飘扬，表扬，赞扬，扬，飘扬，扬，杨树，够，歌偶，够。购物，购买，采购。现代化，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，没有科学文化知识，就管理不好现代化的工厂。国际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机场，最近这里举行了两次国际比赛。这是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。东方，太阳从东方升起。东方人与西方人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差异。香港通常被人们称为东方之珠。到达，你到达香港后要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到达那里需要一个小时。首先，我们首先去风景区观光，再去市区购物。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小明。北边，大山的北边是大海，公园在城市的北边。南边，大海的南边是大山，风从南边吹来。政府，中国政府有信心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，他们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了政府。举行，我的朋友下星期举行婚礼。去年，你们学校举行过排球比赛吗？信心，我有信心学好中文。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建设，中国正在建设新农村。那个城市现在建设得很漂亮。我们正在建设现代化的城市。学校非常重视学生思想品德方面的建设。红旗，学校门口插着两面红旗。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晚饭，他没吃晚饭。我晚饭后喜欢听音乐。你看见没有？我们开车来到九龙。你看见没有？你听到没有？你想过没有？你吃完没有？你做好没有？我们开车来到九龙。我们坐飞机飞往北京。我们乘火车到达上海。我们划船去了海岛。亮亮，在这儿可以看到香港的全景。你看，那边是九龙半岛，这边是香港岛。舅舅，那中间的海港是维多利亚港吗？对，维多利亚港很美，晚上的景色更迷人，来香港旅游的人都喜欢看那儿的夜景。舅舅，今晚我们也去九龙看夜景吧。好啊，你看，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在那儿。舅舅，带我去看看好吗？好，上车吧。历史性的时刻，1997年6月30日23时42分，香港会展中心，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正式开始。23时46分，中英两国领导人步入会场，登上主席台。英国的查尔斯王子讲话之后，中英护旗手入场，出席仪式的4000多位中外来宾全体起立。23时59分，
英国国旗在英国国歌声中降落。7月1日0点整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升起，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接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讲话。他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，是中华民族的盛世，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创举。7月1日0点12分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。在经历了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，香港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展、习、足、统、怀。时刻、正式、领导、出席。东方之珠，小河弯弯向东流，流到湘江去看一看。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，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？月儿弯弯的海港，夜色深深，灯火闪亮。东方之珠整夜未眠，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，让海风吹拂了5000年，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，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船儿弯弯入海港，回头望望沧海茫茫，东方之珠拥抱着我，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。